同学，请看四圣地品灵次十戒第七段，西南方鲜少世界苦圣地第五句第五句，或名无惭耻这一句，前面跟诸位说过，但是这个意思未尽当然这华严经的义理深广无际，永远说不尽的。不过这一句很重要，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知道什么是耻辱。想想设方一切诸佛如来他们已经修行证到究竟圆满的果位了，我们呢原来跟他一样只是随顺烦恼习气堕落到六道，长劫轮回永远不能处理相形之下了，这是最大的耻辱跟佛比跟菩萨比许许多多修行人已经证得了法身，成为法身菩萨我们今天还造作恶业起恶念造恶业，还要搞三途地狱如果知道这才是真正自己的，奇耻大辱，自然我们就会奋发图强，认真努力提升自己的灵性尤其是遇到净宗法门无论如何也要在这一生当中得生净土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即使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平化僧乃至于凡圣同居土边地往生都算是究竟圆满的成就什么人能做到呢？知耻的人能做到具足惭愧的人知道能做到我们净宗近代的一位祖师
印光大师，你看看他老人家所写的文字，后面句名常惭愧僧啊，他是本觉菩萨应化来的，示现给我们看呐、啊！希望我们常常啊生惭愧心呐、啊，生知耻心啊。他老人家示现真正用意在此地。我们看到他的文字，听到他的德号啊，就要想到惭愧，就要想到支持啊，想到他老人家真诚的教诲，顿顿敬奋，贤贤存诚，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这十六个字是他老人家的心传呐、啊。啊，贤贤存诚呢，就是他一生提倡因果教育。啊，说到这个地方，刚才有同学来问我，啊，希望我在这里宣布一下，有很多同学从网络啊电视上看到我在这个地方介绍江一子居士的地狱变相图啊，这个地狱变相图也就是因果报应图说啊，用图画来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变相图啊。另外它还有一张千手观音，这一张千手观音他整整花了一年啊，现在这个复制的这个大张啊跟原图一样大的啊，悬挂在我们的斋堂。每一个人看到都生欢喜心啊。啊，这一次他带了复制的20张。我们借缘都送完了啊，有10张啊在这个印度尼西亚啊借缘了，另外10张啊有个4张啊在我们这个地方借缘了，还有6张呢同学们带到中国大陆去了。如果诸位发心注印啊复印，现在台北华藏经宗学会就是悟道那个道场有专户，但是你们把钱寄进去之后啊一定要注明这个钱啊是注印江一子居士这个地狱变相图或者是千手观音要注明，啊，不注明的时候他就不晓得做什么用途了啊，他给你做别的用途去了啊，特别要注明。那么寄到澳洲图文巴金宗学院啊也要注明啊，注明是江一子居士
所会啊，这个地狱变相图啊，极乐世界图，跟这个千手观音菩萨像啊，千手观音菩萨圣像啊，要请大家务必在汇款的时候注明。这是附带跟诸位报告啊，千手观音的表法，这个意思一定要懂，这是落实大慈大悲啊，教我们言道守道啊。今天下午我们访问此地一个安林中心啊，就是病重医院放弃治疗了，移到这个中心等待往生啊。他这里有六个病房，今天我就看六个病房都住满了，这个地方的磁场非常好，一片祥和啊！你进到他这个中心呢，没有一丝毫恐怖感觉啊，是一个天主教修女创办的。我们看到非常欢喜啊，我们主动发心帮助他啊。这个中心修女非常开明啊，真正落实了多元文化啊，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临终关怀你用宗教的方式通通欢迎，没有一丝毫障碍啊。佛教徒在里面可以作念啊，很难得了他们这个事业做了好几年了，做得很成功，深受地方人士的欢迎啊。我们要访问一个这个重病的病人，他还好，神志很清楚啊，还能够坐起来给我们打招呼啊，我们也为他祝福。所以我们这个学经学到这一句啊，我们的感触啊很深啊。人不能够无惭无愧，不能够无耻啊，无惭无愧无耻，纵然现在还是一个人的形象啊，将来决定是地狱道啊，求恶鬼畜生都难得了，都不容易啊啊。所以这是特别提醒同学的啊，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对得起良心，要对得起自己的灵性啊。在大乘法里面，那就是务必要随顺自己的性德啊。自己的性德是什么呢？
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所说一切经论，这经律论呢，都是自己的心得。所以随顺这个经律论的教诲呀，就是随顺自己的心得了。那是真正的常惭愧呀！真正的支持啊！支持学识，这个蔡先生提出来的，很值得提倡。这一句就介绍到此地，现在我们看下面第六句：或名贪欲根。佛在经上讲到烦恼，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六大类呀。这个六大类叫六个根本烦恼，贪欲是摆在第一条。贪欲、嗔恚、愚痴，傲慢、疑惑，这个疑惑是专对圣贤教诲，对圣贤教诲疑惑。最后一个是错误的见解，错误的看法。六大类也叫根本烦恼啊！所以这个地方虽然只说一条，贪欲根，我们就晓得它代表六个根本烦恼。此地讲的是苦地呀，果报啊。这里不是说的因行啊，讲的果报。果里头有因，人要不觉悟，不知道回头，对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而无厌呐，那这个厌就造得重了，就造得深了。国报现前，后悔莫及。这一个贪欲必然引发嗔恚、愚痴、骄慢，这烦恼通通都引发起来了。佛在经上说，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呐，贪着一条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地狱，这个通通具足那还得了吗？
啊，明文立阳五欲六尘通通具足，这不得了啊！啊，你能够得到必须要晓得那是你命中有的，命里没有用什么方法去贪求也得不到啊。那么你何必要用贪心呢？啊，所以命里有的时候一定有，啊，命里没有的时候你就别强求了。印光大师教人熟读《了凡四训》啊，我教初学啊，初入佛门，从哪里学起呢？啊，我教人是从《了凡四训》，用一年的时间，一天呢读一遍。你在一年当中啊，读满300遍，啊，那么这个教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明了因果，深信因果，啊，明了深信，你的心就定了。你不会妄为呀！啊，这心要一定了啊，无论修学哪个法门，都容易啊，所以说容易得了啊。啊，这一年呢，给我们奠定学佛的基础啊，诸位要晓得。诸佛菩萨所说一切经教不离因果啊，你看看清凉大师给我们介绍华严经啊，华严经里面所谈的五洲因果啊，法华经里面所说的一尘因果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所谓的是上上乘的啊，大乘当中的大乘啊，一乘圆教的大经不离因果啊，啊，古时候。在中国社会老人无一不重视同盟养正的教育啊，所以那个根基很厚啊，他长大了学儒学佛学道都有根底啊，现在同盟养正的教育没有了啊，所以印光大师用了凡四训啊，你真正明白因果了。深信因果了，你一定进一步，你想学啊？怎样学断恶修善？
善恶的标准，你会很重视。这一桩事情印祖早就给你安排了。不用你操心。紧接着叫你学安思全书。这个书说什么呢？因果的标准，善恶标准。唯恐不够详尽，又悬了一步。太上感应篇汇编，真难得了。希望你对于善恶的标准常常铭记在心，是恶一定要远离，绝不可以造啊！是善，一定要依教奉行这个样子。才真正养成经论里面所说的善男子善女人你有条件入佛门了。佛门的条件不是有条文硬性规定的，不是的。真的，佛门不重视这种形式，重视实质。实质就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善人。佛法传到今天，自从顺治皇帝把考试制度废除，出家人的素质一落千丈啊！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提到这桩事情，非常感慨呀。这个世间标准废除了，这个制度废除了。诸位要知道，修行、开悟、正果，这个标准没有废除。那么你要真正呢，要有悟处，你必须要把你不能觉悟的因素排除，你才能有悟处啊！障碍我们的悟门。堵塞我们的悟门是什么呢？是烦恼习气。
啊，这烦恼里头有两大类呀、啊。经上常讲的烦恼障、所知障啊，这两大类呀、啊。你要能把这个突破，你才能有悟处。悟后起修啊，啊，这个华严经的四科非常明显的信、解、行、证。悟是解，你真的懂得了，真的理解了，然后你才知道怎样修啊，最修行。你要对于这一些事实真相是毫无所知，你的修行就叫做盲修瞎练。盲修瞎练哪里会有成就呢？啊，吃了很多苦头，冤枉苦头啊，冤枉吃了。这个是经教里头佛讲常常讲的无业苦行。你那个苦行对你没有利益，佛不赞成啊！啊，但是佛在经上也赞叹苦行，什么原因呢？人能够修苦行呢？可以破贪欲啊！啊，所以苦行真的能够对治贪欲根呐、啊。佛赞叹。啊，但是你要晓得，真正是为了断贪欲根而修苦行，佛赞叹。如果修这个苦行，没有办法把你的贪欲根呢、啊？佛不赞他，佛不赞成啊！啊，我们在释迦牟尼佛一生示现的过程当中，啊，诸位能看到是八相成道。啊，释迦牟尼佛修过苦行，啊，最后晓得明白了，苦行没有益处，不能帮助你开悟，不能帮助你证果，于是舍弃了苦行。啊，在恒河边上接受人的供养，原来跟他一起修行的五个人呢、啊，都是他家的亲戚啊，是他父亲对他爱护啊，派了这几个人陪他啊，这五个人看他舍弃苦行了，说释迦牟尼佛退心了，弃之而去啊，啊，他们到落叶园就修苦行去了。世尊接受饮食的供养，恢复了体力，这做给我们看的，没有身体，没有精神，事出世间法都不能成就啊！啊，这在菩提树下，世界豁然
大悟啊。这世间开悟之后，我们一般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打坐入定了哪里晓得他在定中啊开大法会啊，什么法会呢？华严法会。华严法会是在定中开的，给41位法身大士。诸位要知道，这41位不是41个人，华严今天无量无边的大众啊！你看看世诸妙严品世界成就品，变法界、虚空界，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通通都来了。这个法会无比的殊胜庄严，世尊为他们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二期日中。那我们在华严里面看到了念界圆融在这里看到超越了时空一念展开无量界，无量界浓缩成一念，湛俗自在，所以你要说《华严经》是多长时间讲的？给你说27日行，给你说无量劫行，都讲得通。这是不思议解脱境界，这个法会圆满了，世尊出定出了定，看看这个世间众生的根基，没有人能够接受真实教诲，华严是真实教诲好，到落叶云把那5个人找到，佛跟他们说小法讲阿含呢，乔称如尊者听到开悟，第一个成阿罗汉这个时候这个世间佛化身三宝具足了。所以这个示现告诉我们，苦行是值得赞叹的，但是无业的苦行不必修那是错误的。佛法的修学着重在利益社会大众，这是大乘教小乘教独善其身，大乘教兼善天下了，所以大乘值得赞叹了。世尊虽然教小乘人
你看看在这个楞严会上，批评小乘，这用现在的话是批评，佛里面佛语呢叫呵斥，呵斥现在人听不懂啊，批评。说小乘人骄牙百种啊，那么得能成九次的定啊，不能开悟啊。这些话都是真实的。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小乘人执着放下了，分别没有放下，见思烦恼放下了，尘沙无明没放下，不能开悟啊。要开悟还要放下分别，还要放下妄想，也就是他要继续去放下尘沙烦恼，还要放下无明烦恼，无明难断，至少你要断一品，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呢，这个时候才大彻大悟。诸法实相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情？所谓是性相，性是体，相是现象，性相、理事、因果，真正清楚，真正明了了，这叫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所以诸位要记住，悟后起修啊，是这个时候。你在六道、在九法界都没有悟啊。这一悟啊，就是初住菩萨了。初住菩萨是悟后起修。没悟之前说老实话，真正修学能够有成就的八万四千法门，是老老实实讲啊，就是一个念佛求往生这一门是真的。这个真的，诸位一下子，真是什么意思？这个真是从什么地方来讲的？佛法不能随便说话，这个真就是呢，超越了十法界，那就是真的。不能超越十法界，还在十法界里面，不是真的。所以你修行证得阿罗汉果，证得辟支佛果，真的全教菩萨，不是真的。天台大师，你看六界佛里面讲的相似界，这不是真的，算不错了。但是念佛这个法门呢，如果真能够往生到极乐世界，就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我把这个水平再降低一下，遍地往生都是真的。为什么呢？超越十法界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啊！西方极乐是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不在十法界里头这不可思议境界。华严经到幕后，
他不局限在四十一位发生大事。为什么呢？这四十一位发生大事要往生西方净土啊，他们通通生十报庄严土。啊，华严经幕后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记录啊，这个意思深了。这个教化大了。大道能普度九法界众生，连地狱众生都有份，你说这还得了吗？啊，九法界众生的人，六道里面的众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四圣法界里面的人，啊，声闻缘觉全叫菩萨。生西方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所以四土啊，前面两土啊是度十法界的啊，普度了，华严才真正伟大，啊，真正不可思议啊！啊，我们不读华严，说老实话，你对于净土了解是有限。我给同学们说过，我归心净土啊，是得力于华严。啊，早年第一次讲华严经，啊，也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啊，那个时候四十八十同时讲，啊，一个星期讲三次。啊，两次讲八十华严，一次讲四十华严，啊，都讲了一半，啊，以后停下来了。啊，那个时候常常到国外许多地方啊去讲经弘法，所以讲这个经是断断续续。李老师往生之后，每家地区的同学啊，齐秦讲无量寿经下莲居老居士的回集本啊，我知道无量寿经呢，正如彭继谦居士所说的，即是中本华严呐。啊，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呐。他这个说法，我肯定，我非常欢喜。我没有他的功夫，他能说得出，我说不出。但是他一说出呢，我一听就懂，一点没错。所以我就发心啊，不讲华严，专讲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嘛，啊，也就是说，华严经的精华，华严经的六本。所以那个十年当中我讲过十遍了。啊，那么这一次讲这个部经，啊，是韩馆长往生之前，啊，往生的前几天，啊，
躺在病床上要求，啊，非常希望我把《无量寿经》讲一遍呢，做一个译解，啊，这个我们做到了，把《华严经》讲一遍也做个译解。啊，前两年在这个新加坡，啊，那一边办了一个弘法人才培训班，同学们发心听《华严经》做译解。啊，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继续在做。不过现在有陆居士在做戒要，啊，也是便利于初学，啊，戒要跟义戒还不一样，啊，但是都是戒因初机的，啊，都是好事情啊。啊，所以学佛要重视啊，效果。我学了，我得到什么？这一点很重要。啊，发心修苦行，在苦行当中，是不是得清净心？啊，是不是烦恼轻智慧长？如果烦恼轻智慧长，这是对的，正确的。啊，大乘教里面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就是后头这一句，自行要化他，啊，不能不帮助别人呐，啊，帮助别人妨不妨碍自己呢？有人担心啊，帮助别人不妨碍自己修行呢？不妨碍，啊，大乘的修学讲究的是练思练心，啊，跟小乘不一样。小乘是远离这个社会环境啊，找个地方清修啊。大乘不是这样，大乘是接触大众。在繁华社会啊，大庭广众之下成就自己的清净平等觉，也就是说，大乘修学《金刚经》上世尊教须菩提尊者的那两句话：“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不取于相，不是说跟一切现象啊脱离呀，啊，啊，脱离那是小乘的，不接触，大乘接触，接触而不执着，啊，在现象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学这个，啊，这四句话呢，把戒定慧三学通通包括在其中。啊，六根接触六尘境界，说练呐，啊，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不分别、不执着，
是戒，不起心不动念是慧，是定慧。不起心是定，不动念是慧。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戒，三学具足啊，你才能真正拔除贪欲根。啊，根本烦恼拔除了。现在时间到了。